有一个居士讲，他随时可以和不同的菩萨说话。他说他问过你，但他不明白你的看法。他说你让他好好的念佛，他很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我的意思很简单，老实念佛就好啊，不要常常跟这些佛菩萨讲话，那佛菩萨也未必是真的。这如果是鬼神冒充佛菩萨，那你不就是上当了吗？所以学佛，世尊呢教导我们啊，怕我们在末法时期迷失了方向，所以在涅槃的时候，涅槃之前特别教导我们四依法啊，我们能够遵守四依法，就不会迷失方向了啊。四依法里面头一条就是依法不依人啊，法是经典呐。如果你不依照经典去学啊，这个菩萨来跟你说话学，这靠不住的。这个是有问题的啊，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学佛啊，规规矩矩的如理如法的就读经念佛啊，依照规矩去做。你看在这个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来，多少人有成就啊，我们看到别人修行正果，应当有信心啊。所以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呢，佛是禁止的啊，特别是楞严经里面讲的很多啊，我们应当理解，如理如法地去修学。